用唱吧 APP 为大家演唱。这什么歌啊？最炫小苹果，他们四个人一起的歌。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人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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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还转调。这谁唱的？他们不是原唱吗？我们是原唱，就唱过一次。不是，根本就找不着调。谢谢，我觉得再见吧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对，唱一段蒙语歌吧。好，可以啊，长调那种，好好听。阿里托特洛恩，阿尔查托波拉，阿弥多波拉罕说。哎，吃多了顶个劲儿了，真棒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而且就是那个表情跟腾格尔也很像。我爱你，我的理想。对，腾格尔唱歌有类似的那个表情。这就是个民歌，这算长调吗？哎呀，我觉得我应该是真正的长调，我拿不下。不行，来胡麦。哎哎，曾毅来胡麦，曾毅很会唱胡麦的。来，你哦一个，来，我给你配一个。我的吉利山那吉利山，没有了，再呼一个。我都憋了半天了，嗓子坏了，就是蒙族啊，这真是他有一种就是在草原上的感觉，是不是一点不懂得修饰？不是不是，就特别好听，他就是有一种他大，对，线条都是往外走的，对对对，蒙族的舞也漂亮，要不来段？哇啊，他舞蹈就是舞蹈专业是吧？怎么那么厉害啊你？你需要伴奏吗？鸿雁。啊，来来，鸿雁鸿雁，小杜小杜在哪？我想听鸿雁。收到，呼吸。太棒，真棒，真棒，哇哇！不是说酒喝干怎么表现？酒喝干，是那个意思，应该何老师那个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小度，百度旗下人工智能。